河南，伫中国中部，黄河带真侪河流，伫伊个东边冲出一片肥滋滋的平原。大别山甲太行山分别采伫南北，因甲一领做伙斗阵占掉河南要甲一半个面积。这个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之一。中原的中心在哪位？古早人经过一番查册，找到嵩山。从此，嵩山地区就成做中原的中心。中原自古就是龙井王朝烧钱的所在。历代古都选址选伫遮的有不少，所以洛阳就成做十三条古都。即个不仅仅古代中国隋唐五代甲北宋时期超过五百年的辉煌。河南伫中国中部。南来北往的一切，自然爱经过这地。这里底一个世界顶上大的调水工程，也为河南开始伊的北上之路。因风起效应，巧妙的或者南来的水为黄河下底流过，这条清水。继续往北，描绘出这条千里水脉。中国是农业大国，也河南是农业大省。一直到今仔日，不管是乡村人口数量，也是经济面积，在全国排名内底，河南拢排伫头前。黄河流域的文明是龙井的文明，定居的文明源远流长。所以，咱的生活是伫祖先留落来共一片土地，直直的上演。这中原的风度、文化的气魄，留伫河南人的血脉内底，连续无停。